不能多了是吧？这个没打标呢，你要得给你打标。对，多少钱？55的。嗯，肉馅55。哥说你要15斤，你要不想多，我就给你划开。这个的100万肉就行，好不好？这不够15斤，都给你还多点，多点中不？肯定多点，不够6-7斤。我能拿，啊，你看，21斤，多了6斤，多6斤，太多了，你给我吃了吧？要不没说太多，太多了，拿一点，不要瘦的啊。15斤，这16斤，行不？行。也就是193，给190中了啊，搁这里。还有一下排骨，这肉有人要吗？没有。后来会做什么？哎呦，我操！肉还要多呀，我等着呢。还要吗？要了。好，给150。有点疯。太逗我了。好，上了，装上吧。152，给150。我要一块后秋，但是我想要那个。这个。嗯。马上啊。好，你给大寿这排骨剁了，你给大哥这排骨剁了。哎，稍等会儿。等会儿姐啊，哎，我过去，你先把这排骨装了，剁了。那个不要。那人要酸油，我给你拿那儿了啊。哎。咱这豆腐多少钱一斤？11。那个油泼给他都忙出汗了，我还冻着了。啊，对，妹子要多些。我要5斤。你要5斤，嗯，我这妹子要代理几的，要多少？啊？哪块第几？告诉我。这呢。135。你给我剩下，帮你拿去。要2根棒骨。啊。要5斤是吧，哥说的？100块钱的也行。好嘞。我要那个瘦的多的地儿。我知道了。让去点肥的，你不是吗？让那个吃不着的，快搁这儿。他当时一天几个多？估计得涨点，估计得涨点。你就记着过初十吧。初十啊？嗯，过15吧，这样，兴许涨价，好不好？筋那不是油，行。太好了，这肉我给你拿的。还有照计划超额点中吗？130。啊，这行。好，你给装上130。给我拿点小袋儿。哎，准备拿点小袋儿。24是吧？啊。微信收款，爆款，再次选。还有两个种子和一个五花吗？没做好了。5块钱了啊！哎，好了，大哥，没事。来，我弄点五常去。这个大棒子要着，这谁要啊？这肘子。500吧。哪个？这个。看着挺大呀。没有了。啊，对。你也是多弄俩猪来呀，多弄点肉还有用吗？还有人也要。是这么意思吗？连肉带这个都上你11。就留你，少留你点得了，把衣服这。喂，严哥，那我要啥呀？啊，102，给100吧。成，没问题。这一块要拍都要着。啊，都要吧。不是，我都要了，都要这一块。不是他的，人家你要的是排骨。啊，他要腰排。啊，你没听明白，你。要排骨。我吓坏了。没有排骨，没有排骨了。应该有我的吧？你有他的吗？有，我让总来准有。这个油有人要了吗？没有。这个油给我，别的要不要？行了，这块，哎，挺好，够用。
我先一样一样的，啊，一样一样的。俺来多钱呀？别忘了那个还有我们那块二十六块呢啊！别忘了还有一块我要的五块呢。你还要块五块？下半拉。你别打火去，我正不够用呢。我们俩一堆来的。我俩一堆来。一堆来的。骑你骑一个车子。哦，这是，啊，这个我要，这你要，啊，一百三，一百三，是谁要拿出来的记得，我给你切开不？微信收款三十一元。放心吧，绝对好，你都是切开不吧？我给你真切。对。还行，上班的，这车还是小多。啊，这先来一块。完这切，行不？哥说的，你看哪个不好，你去去去。对，马上就下来。马上下来。这要吗？这个是。你说真去？标是能去，但是你不是给这儿去点吗？但是去的太可惜。我那我一回上来，那一块没有。轮不上我呀。对。这白等。16块，你说这头给找找是吧？看这好。哪个还整啊？这个？你说这个？是这个意思？这瘦肉但是整也可细了。切一刀不？肉挺好的，哎呦，都拿走了，这有盖儿吗？这家伙，妹子要二十斤吗？哎呦，好，啊，上万五中啊，要不了了，梅花肉，差多少钱？没有了，啊，差多少钱？差几块钱？那行，差多，就得那嘎达的吗？你说整个差多了，你说给你添多了，对，啊，这忒多了，你看你又整，好，上万五，给装上吧。所有的地方都十二。那块肉拿过来，我看一个那些的够。哪一个？那个是你那个，就干蒸。妈呀，扔肉皮呀！肉皮好。拿过来我看一下。那多好。这块肉。嗯。喂呀，那一头。你说哪个皮儿？他说这边有点那啥的筋筋子吧？那是隔门儿，那不是筋。不这是我的了吗？哪个？这是这大姐的，下个就是你的啊！哎，待会儿尾骨没剃呢啊！还有一下尾骨呢啊！大姐这块腰还都要着是吧？谢了不？这周没有下踹，这不用去了是吧？你说哪一个？小猪马头啊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不要了，他都要了，是吧？用我切开不？姐，待会儿用我看。没有你，我刚想起来，我刚想起来，我说，你是不是没带钱？我刚转头找您。你把这里脊肉给我单拉开，单拉下来我。送人的呢？我下个那点我不是家里人。下个有。啊，这个里脊单拉下来。单拉下来。啊。还排队，还这个，还这个，不用排队，这不来，那不来，谁去干净点？好，这都装了啊！哎，这不，你给我拉这么一块，我看，来，我量肉这么一块，好，拉两块吧，哎，拉三斤，这块，这块，行，拉几条，给你毛剃剃行吗？没有。回家也是弄了呀，你看没火，赶紧再来一条啊！再来一条吧。对，拿两条，下边再有，这也拿了，拿两条吧，再来一条，行不？行的，是啥？啊，这是没别的了吧？后修啥不要了？不要。哎呀，来了！我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我刚才还念上呢。来早已经挺早，来晚。不是。下午还有吗？哎。五花肉啊，五花肉基本上赔多少？那行，等一会儿我给你提啊。哎，这条里脊在卖吗？啊，这块拿了，这块拿了给我吧。好，412，给410。行。妹子，你要多斤排骨？这么大一块，那么大一块。
真大的，大的。但是这样的没有了，哎，没事姐。但是这样是没有了，只能来两，有两个前哨。你是要一个要俩？没有大的了。你是灌肠子不？你灌肠子灌多少斤呢？镇着打的庙，底下那个，哎呦，我就想什么了？底下那个烂皮，哪个？就这一嘎子平了，就这一嘎得了，还你带拉着没了。我上面那药，药给你。完这回让拉哪一个？来，底下那个烂皮给我拉去。这个蛋，对，好像这，对，哎，这行了没呢？这行了。愁死我了！130。130的，你上这边来，钟叔。130的，上边挑了。没事，我反正就给他拿。那现在给咱弄的，咱走吧，快点。来，来一个长袍。那个要，我找你本后不来。是啊，天天起早起不来是吧？钟叔，这人呢，嫂子？啊，这人呢？70。这猪蹄儿啊，今天这是不是小啊？不小啊，400多斤大猪。拿个前蹄儿，哎，来一个这个，你问这大姐让拉走。找你60。哎，这一块不走吧，先跑的呢，特意那啥的，没有蹄儿还不行呢。他那个240。我让你看一下，唱吧，你看。兄弟啊，这块我兄弟呢？哎，有人要了。哎，我兄弟上哪儿了？你先给他放后边吧。不中，这应人家了。啊，行，没事，等哪天我不行了。哎，兄弟，赶紧的，这一趟还有中不？啊，少啊。行，那等会儿。啊，拍照在哪？拍照30多斤。没钱了，没了。快看着啊！哈哈哈争取个好态度啊！那好，那得买点肉啥的。多好，大好，太好了。差点30斤钟上讲究，差点30斤，336。行，也好看。啊，行，上讲究的。你那多大的？我想你这380的是吧？我那360的。360的。这是我弟媳妇非要给我妈借一个的。是啊。666。太好了，336。还得小点。没要梅花肉了是吧？这得提前预定。这个没时间，可能。你们来一条。没事，赶紧弄，弄完咱弄完走。你来一条了不？你要一条的梅花肉不？不要了，都凉那么多了，都走了两趟了，都。这是火吗？来一个。不是，没有。谢了，然后还有五分。兄弟，五分咱搁那儿。你是来两扇这个，还是来一个后扇？谁呀？我呀。不，这兄弟。这五分还行。来两扇吧。完，我账号妹子来一个后扇，我要整牌。你是全要着不吗？对，那跟这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。我是给你留这些。这个陪我们一条子五花啊！啊？我们再要一条子五花肉。啊，知道。没了。然后那个有咱的，就你跟大姐俩。我们从你开始卖就可白了，恨不得。六点多，出的门吗？6点多来的。哦，没有车。你要钱长的，好不好，兄弟？好不好？中不？中。剁了吧。不说话。跟你定一串，定一串的。这种一串吗？你不是半拉猪的吗？多少钱？这。32。不带那啥的，这个不带那啥的。